像一锅。见过这个鱼吗？哎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魔鬼鱼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下锅。哎呦，忘杀了，大虾。哎呀，哎呀，大海螺。喂，哇，哇，喂，喂，哇，酱油，老抽，多放点，来点醋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待会儿，待会儿得把这个鱼给它，鱼给它杀了，忘杀了。好嘞，把它盖上锅盖，10分钟，主要是什么？给个双击，知道吗？给一个，过年了马上。吉时已到，开锅灶。哎呀，这爆头，偏了，偏了，偏了。嗯，黄，嗯，这种小一点好吃，对吧？一个呢，也就是两口就搞定。嗯，把嘴巴吃掉。嗯，啊，毛杆，这个东西可是好东西，你知道吧？辣椒一炒，那个家伙香劲儿，哎呀，就这个，长得像不像公鸡冠子？老狠的这种鸡，你看好看吧，是不是？哎，嗯嗯，先把鸡冠子给它咬掉，让我煮老了。嗯，真的让我煮老了。嗯，煮老这个也咬不动，但是这种心要用辣椒炒好吃，你知道吧？很香啊。噔噔，大老虎虾，哇塞，你看这虾大不大？是不是很爽？哇塞，嗨嗨，这个头里面，哇，头大，嗯，哦，这样就看到它里面的黄肥。哎，你像徐大劲了，你看这个黄在这儿，看到了吧？我为什么说我这虾头里面有黄？就是这个，啊，个败家玩意儿。啊，你喜欢吃虾就给我个双击行不行？啊，嗯，哇塞，这个海螺可不可以够大吧？哎，他们说这海螺壳哪里不能吃，就是海螺壳不能吃。还有，待会儿我告诉你听，转它一圈半，这个黄不能断。哇塞！哇，好大，看到吧？看到没有？哦，嗯，嗯，这个肥，哦，不要，啊。哎，魔鬼鱼，鬼鱼，这鬼家伙，哎，啊，哇，这家伙还是个啥，还是个框架，
他这个框架就把这个吃了吧，是不是？其实这东西好吃，你知道吧？来，有刺，带刺。他们有多宝鱼好吃。这鱼，你看啊，这个鱼哈，它是一条一条的，丝状，看到没有？见过这种鱼肉是带丝状的吗？一条丝一条丝，你说什么鱼它是一条丝一条丝的？没有，就是魔鬼鱼，你看，看吧，我拿下来给你们看，你看这个鱼肉，哎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好吧，哎，这。它的结构不同，对吧？你看，这样一捻一下，就像裙子是这种，还有个小鲍鱼，你看小鲍鱼，哎呀，我还摘不掉它，我都不相信这个血，你看，哎，好。吃了，哼！这个鲍鱼这里面就是内脏，看到吧？这是排，它这边这一排是专门排放的，这就是扇贝，看到吧？我又赚不掉。